好，我是李萌雅，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楼中新闻。最近发生许多攻击亚裔事件，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以及禅龙功夫学院最近都举办防身术示范活动，教导民众万一遭到暴力攻击要如何保护自己。今天的新闻，我们带您一起去学习。亚裔老弱妇孺当街遭到暴力攻击、抢劫事件频传。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特别邀请美国高校太极联盟会长翁启修博士，在南湾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室外示范防身术。哦，咬这个干什么？这样吗？不要这样。当你发现有人抢你高手，走，知道吗？嗯。人，嘿。手脚并用，对啊，跌下去都起不来，尤其年纪大了就送医院了。还有呢，有一些被打了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要害。那我觉得呢，我们应该要至少呢要跌下去不受重伤，那么人家殴你殴打你的时候要保护自己要害，怎么保护？还有就是一些观念啊，怎么样不要进去这个不安全的地方啊，不对的时段啊，不对的人哦，这些都要警戒了。位于东湾的禅龙功夫学院也举办女子防身术示范活动。要分抓腹，啊，这边或这边的话，你看，我要同边裤头，哎，擦脸，几张。进攻的时候收紧下巴，用那个手压到，用那个手压到，手腕。然后这个时候保护头，击打可以这样擦眼睛，好吧？然后呢，再一脚踢过去，两边都是一样的，两边都是一样的。如果这个手按的话，这个手护头；这个手按的话，这个手就要护头。再打我一次，对吗？他可以反复进攻的，所以我们说够，你我都不给他时间的，就给你 ready hard， 就给你 ready hard， 走。没有时间去反应的，所以你要很快，就哥，对吧？就出去了，对对吗？然后师傅说：“哎，师傅龙 ，somebody choking me right now。”哎呦 ，9256888， 哎，师傅龙 ，someone choking me，what can I do？ 哎 ，too late，you're dead already，too bad。OK， 那我就去你的眼里就可以了。OK， 所以你看，勾起下巴以后，要勾紧完以后，只要这个做到以后。防身术需要不断练习，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才能自然反应，保护自己。楼中天新闻，李龙雅，旧金山湾区采访报道。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